第一次跟他合作，可能是猎鹰。不好意思，要你在外面等我这么久。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件事他一直都没改变过。听到没？见到这个拍档阵容，又有庄道又有华仔，感觉如何呢？感觉好亲切啦，咁因为一路以来都合作过好多部电影，其实我同华仔即系电视剧拍到而家，咁张文强我哋由《无间道》开始认识。故事最吸引你系咩地方？呢个故事？故事最吸引我嘅地方就系个故事好精彩咯。嗯，明白，华仔。看到这个阵容你自己感觉如何？有庄道又有伟仔，回忆翻晒嚟，翻晒嚟嘅。OK， 故事最吸引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精彩咯。难得同伟仔一路合作以来都好愉快，好开心。但今次我哋仲未曾拍到我哋两个戏，所以暂时未知今次点。但应该都会，我觉得同以前一模一样，都是大家好会好好玩。我相信是一次。好难得的再次一齐去拍一部戏，我好有期待。我第一样要佢俾咗剧本我睇啊，咁我一睇完咗之后，咁我对手应该系梁朝伟，我问一问佢，果然就系梁朝伟，咁所以我冇变无他选，我觉得一定要再喺埋一齐，仍然系嗰句咯，拍翻部精彩啲嘅电影。講唔講得啦，導演？係咪有人對立啊？逆正逆邪啦。其實今次都算係一個調翻轉咯，即係無間道叫做係叫做無間道嘅調翻。係咯，咩叫調翻轉？你自己諗。我以前冇得揀，我而家想揀翻做好人。好啊。跟花公讲啦，睇下边俾你做好人。咁咧十几年即系冇合作啦，咁啊呢咁多年咧有冇都成日见面啦，同埋觉得对方有冇啲咩好大嘅改变咁样咧？我平时拍戏好少同同事见面，我觉得华仔一路以嚟都做嘢，我都系好佩服嘅，即系觉得佢都系好用心啊。我最近其實我睇到有改變，係我睇一路有睇或者啲戲，嗰種真係好認真將嗰件事做到最好。呢、這個我覺得由我第一次同佢合作，可能係獵鷹添。我即係嗰陣時認識佢。你仲知唔知道獵鷹佢有份？我做你女朋友個細佬。冇事，你同家姐分手係理所當然。一路以来我都觉得这件事他一路都没改变过。或者呢？听到没？我都是跟朝伟差不多，我很少跟这一行的朋友在座，如果坐在这里这么多个，我们很少真真正正私底下去联络或者什么。但是一路都有留意到大家的作品，反而我就觉得我经常都有兴趣想跟他学一下滑水。有机会我哋拍完戏，你就约个时间。